我觉得这一首歌还不错。对，今天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当冠军好了。你知道这首歌啊？对，就是我用在某一个人的电话铃声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妈。你妈是原始人啊？不是，我妈打来就问我。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接一首 Katy Perry 的歌曲哦。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都是冠军。就回去大家妈妈的铃声都换成这些。不要吧，好超可怕。好了，这一首 Roll。哎，点歌吧。